各位那个听众朋友，那么很高兴，其实有机会在这里那个，做一个演讲，然后介绍一下，就说，魏晋之际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变化，那么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其实一般来讲，其实对于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时代，相对而言了解其实是比较的那个有限的，因为中国人讲那个历史的时候呢。比较习惯于讲所谓的那个汉唐盛世，所谓的那个强汉盛唐，是中国人特别喜欢谈的这样的两个时代，所以呢，所谓的汉唐这两朝的话呢，也在各种各样的那个通俗的文学，电视的媒体当中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会习惯的把汉唐两个字来连用。但是因为经常把汉唐这样连用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断裂，其实就是在汉和唐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中国历史上，就是所谓的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就是魏晋南北朝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就说不但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同样的话呢。也是一个碎片化分裂的时代，什么叫做它分裂时间最长，又是一个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分裂的时代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用两个要素来讨论一下，一个就是严格来讲的话，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间，如果我们取一个比较宽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从公元189年董卓进京开始，这个是东汉权力瓦解的这样的一个标志，那么一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平陈。恰恰整整是4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个4个世纪的时间当中的话呢，除了西晋的短暂的统一，这个统一大概持续了20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其他的时候其实中国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分裂的时期，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其实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叫做那个《三国演义》的开端，这个甚至可以构成了中国人历史观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点。叫做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而且我们现在也会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是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这两点其实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是什么？我们现在认为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这是我们站在公元2000年以后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对于中国历史的一个了解和认知，但是我们比如说举一个。历史上7世纪的人，其实举一个7世纪人很容易举到，比如说李世民，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典型的7世纪初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他有非常广泛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修为的时候，他会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主分裂是支流，然后那个统一是主流吗？好，公元7世纪的人往前走，那么其实他刚刚经过了隋末的大乱，那么再往前呢，是4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再往前当然是秦汉的大一统，那么再往前呢，春秋战国的时期，5个世纪。所以如果做一个中国7世纪的人来说的话，他大概很难会和我们现在对历史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但是反过来我们要讲的一点是什么？就说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到隋唐的时代重建一统之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谈中国历史上的，就是所谓的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了，因为很简单，在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分裂的和碎片化分裂的时期。那么当然，如果有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的那个同仁大概会立刻反驳我，哎，你说不是之后有所谓的五代十国的时期吗？但是请大家注意，五代十国的时间是多少？公元907年到960年，一共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而且在此之后，有那个南宋和金的对峙，或者说是北宋和辽和西夏的对峙，但是在此之后的话，中国的大部都是统一的，只是说分成南北朝而已。更不用说北宋，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当中，其实把北宋是视为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王朝，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注意到，在此之后的话呢，中国其实是再也没有出现过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分裂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那么同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一点的话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的话，就是有一个时代叫做那个东晋十六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东晋实际上是那个西晋王朝迁到南方的这样的一个就说是那个迁到南方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后续的政权。而北方的话呢因为五胡的进入所以大概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当中的话北方其实是那个连续出现了十六七个短命的小的政权所以这个大概我们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所以十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分裂式，就是说在中国的当时的就是所谓的那个政治和经济的中心的北方，然后就说是在东西向分裂成两到三个这样的一个政权，每个政权维持的时间只不过二三十年而已所以这个大概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分裂时期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其实就要讨论的是这个分裂的大分裂的时代是怎么样来形成的怎么样来形成的就是为什么会持续就是说有这么长的这样的一个分裂的时期。那么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其实是有另外的一个重要的尺度，就是时间的尺度什么叫做一个时间的尺度呢？因为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从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维度来呈现的因为中国人经常就说开口就讲五千年的文明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几百年是一个不算太长的数字所以我们会觉得几百年都不算什么大的变化这个往往其实是因为我们对于历史的变化缺少认知和敬畏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其实我们很简单举一个你切身的感受就可以很确认的一点就比如说现在是公元2022年，如果你再往前倒推400年，是哪一年？1642年。1642年的时候，满洲人都还没有入关，就是清朝都还没有那个，清朝当然已经有了，但是那个满洲人还没有入关，还是明朝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想象一点，如果我们在1642年的时候到一直到现在的时候，那个1622年我刚讲错了，在1622年到现在的话，一直处在一个分裂的时期的话，我们会觉得统一是个天然的吗？当然不会当然另外一个我们其实也要会注意到的一个和这个有关的背景就是两汉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大一统的王朝，因为秦是短促而亡的，而两汉加起来差不多有400年所以如果我们从1642年到1622年到现在都处在同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的话，我们大概也会相信这个王朝是从来不会灭亡的，没有灭亡。而且汉又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来讲非常特殊的一个王朝因为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一度被灭亡但是很快取得中心的王朝就是在西汉的末年有所谓的王莽篡汉就建立了一个叫做新的这样的一个王朝，但很快就是天下大乱所以那个西汉的那个宗室的远支就是后来的那个光武帝刘秀，然后那个自南阳起兵之后，然后就说是那个削平群雄建立了东汉所以就说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对于汉代人来讲的话他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对于本朝的这样的一个认同的因为汉是一个400年的这样的一个王朝，而且他其实是有一个一度灭亡但很快中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就说这两个400年其实是我们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关节点这个关键其实就在于其实对当事人来讲的话其实很难接受汉这样的一个符号的消失，就说一个成功的王朝它的衰落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不是轻易会灭亡的。那么但是第二个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讲到的一点但是东汉的灭亡尽管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就说在此之后的就说西晋的统一的失败使得整个的政权的瓦解，使得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大分裂的这样的一个时期，而这个大分裂的时期持续时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统一和分裂的交织
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大家所轻易的所理解的，就是所谓的风久必和风久必分，好像是一个历史的循环。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是呈现出了相当明显的一个就是说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那么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那个再举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刚刚其实就讲到了一点，就是说是那个东汉政权的瓦解是在公元189年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其实三国演义的开端就是董卓进京，十常侍乱国，董卓进京。那么这个是189年，但是汉这样的一个符号的消失，要请注意汉这样的一个符号的消失，就是说所谓我们讲的曹丕代汉这个时间其实是在公元220年所以就说从天下大乱到汉王朝被取代一共有31年的时间，其实整整一代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是那个绝大部分当然是在所谓汉献帝执政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汉献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傀儡皇帝但是他做傀儡皇帝的时间非常的长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东汉一代汉献帝是做皇帝的，尽管他是傀儡，但他是在整个东汉一代做皇帝的时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第二长的皇帝，就做皇帝时间第二长的这样的一个皇帝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就刚刚这个其实和我刚刚讲的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性这个相关性其实就在于就说我们过去人其实非常会强调讲那个所谓曹操他到底有没有篡汉的野心或者说是那个曹操他到底有没有想要做皇帝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推测其实严格来讲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穿越到那个所谓的近2000年以前，然后那个1800年以前去采访一下曹操，你本人想不想做皇帝当然我们也可以完全相信，即使你去采访一下曹操的话，你也不敢相信曹操说的话是真还是假的但是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们其实会注意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观察就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说曹操为什么要那个所谓的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而那个为什么就曹操终其一生不敢于那个公开的那个篡汉？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就是说为什么曹操要采取所谓禅让的形式来取得，就是曹最后当时他的曹丕，就是说曹魏家族最曹氏去代汉要采取禅让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取得皇位这个其实都是因为所谓汉在当时来说的话是有很强的正统性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解释一下叫做什么叫做禅让禅让的话当然从它的本意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上古三代之治就说是那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儒家的思想基本上其实是所谓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就是所谓的后古薄今认为是三代才是圣王之治所以认为三代政治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所谓的是所谓的公天下，公天下就是说我不把自己的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传给所谓的贤德的人所谓的就是尧禅位给舜，而那个舜禅位给禹，那么这个是认为是一个非常有贤德的这样的一个标志但严格来讲的话呢大概这些故事多少都有带有比较明显的传说的这样的一个色彩但是这样的一种就是所谓禅让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是就说是对于中国来传统的政治来说是一种所谓的贤明政治的这样的一种那个榜样但是它造成，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来讲，禅让的一个和所谓的那个取得政权，和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所谓的那个王朝革命就这个革命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就是我们现在在现代汉当中用的革命那个词，其实是从那个英语翻译过来的就说是那个中国传统古文意义上的革命，就是革除天命，革除天命。这个其实就构成了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王朝的就是更替的形式，就是禅让的形式的本质是什么呢他就是认为就说是天下是从一个有德的人手中传到了一个更有德的人手中，所以这个两个王朝其实是互相不否定的，不否定的就说是那个就是尧和舜
的这样的一个禅位，那么其实就说尧和舜其实都是有德之人。而革命是什么呢？啊，就是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汤武革命啊，或者是周武王伐纣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夏桀和那个商纣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暴君啊，所以啊，这个其实就在于所谓的革命，其实就是说是那个因为君主倒行逆施，所以臣下或者是人民起来反抗，所以前一个王朝其实是已经没有合法性了。啊，所以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比如说那个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农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所以就讲到就天下苦秦以久矣，啊，所以就说这个时候就说，革命的那种形式是推翻了，就说因为前朝暴虐而推翻了前一个王朝，所以前朝是没有合法性的。所以禅让这种形式，当然我们从现代人的理解来讲的话，是一种非常虚伪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按照唯物主义的，或者说是按照所谓的对历史的实际的了解的话，其实会看得很清楚一点。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实际上来讲的话，就说是那个前朝就说汉献帝是一个傀儡。他其实是在那个曹丕或者说是曹氏父子的挟持之下，才被迫把皇位然后让给那个就说是那个曹氏的，他是一个那个被胁迫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事实上就是如此，毫无疑问确实如此而且他有一系列现在看起来既虚伪又繁琐的仪式比如说因为禅让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来讲的话的话呢他并不说我要把皇位汉献帝表示我要把皇位让给你，曹丕就要立刻就能立刻接受的这个就显得你好像有具有天下的雄心，而是他有一个所谓两个人要互相推让的过程就说那个汉献帝说那个天下已经归心于曹氏了然后呢那个要把那个皇位让给曹家，那曹丕说我千万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就说，所以就双方起码要推让三次所以古代人叫做那个三让乃受这个推让过程当中可能推让那个三次以上的例子也有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点，就是说这是一场虚伪的漫长的这样的一个连续剧，漫长的这样的一个连续剧但是我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其实对当时来说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意义的就是说捍卫的禅让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所谓的皇位的和平的转移同样的话呢其实魏取代汉和所谓的汉取代秦其实有本质性的不同就说秦是一个暴虐的王朝，所以天下人起来推翻他但是汉是一个持续的在当事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的这样的一个王朝，有非常具有正统性王朝，所以这种天命的转移并不否定汉本身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天命所以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对历史的了解和观察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实际上可以利用时间线来展开的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在公元220年的时候，就说是曹丕那个取代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汉献帝，然后登上了皇位其实严格来讲的话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揭开了三国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帷幕所以我们尽管很多大概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看过三国演义，或者是看过和三国有关的电视剧或者各种各样的媒体作品但事实上来讲的话，三国时代最重要的那些人物大部分其实都没有活到真正意义上的三国的时代，真正意义上三国的时代所以其实严格来讲的话，三国的时代实际上是从公元220年才开端的。那么好，那么这个历史的接下来的话，就在221年的时候就说是那个刘备，然后就说是那个在四川称帝。那么就是他其实是以汉的这样的，因为他是号称就说是汉的这样的一个就说是那个远亲。所以就是汉宗室的这样的一个远裔，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刘备他做皇帝的资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血缘所以我们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说220年的时候，曹丕所谓的曹丕篡汉，那么就说实际上他的一个获得权力的和正统性的来源是在于汉献帝自愿的，尽管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表演，但是表面上来说汉献帝自愿把天下让给曹家，所以建立了曹魏。那么
221年的时候的话呢，和曹氏敌对的那个刘备，那么他自己那个在蜀中自立为帝。那么刘备做皇帝，其实他有两个合法性，一个合法性就是说他的血缘，就是说他是本身是所谓的刘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第二个合法性当然就来自于他宣称，就是说汉献帝的禅让是被迫的，而且他当时利用了一个谣传就是那个汉献帝实际上说是在禅让之后不久就被那个曹丕所毒死了当然这是个谣传，其实汉献帝在此之后活了很久，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在三国的时代当中，所谓的魏和蜀这两个国家的建立是顺理成章的就是而且间隔的时间非常的短但是要请大家注意的是，三国的最后的一个国家吴的建立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晚的。孙吴实际上是到公元229年的时候，当然孙权在之后在此之前已经使用了年号，但是孙权真正称帝是在公元229年就说是在孙刘备和孙权称帝之间间隔了一个8年抗战，这绝不是一个很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而且我们也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点就说事实上来讲的话，在三个国家，就三国的三个国家当中，吴的基本的疆域实际上是最早确定的就是所谓的孙氏具有江东已有三氏所以如果说是从基本疆域和政治格局的确定来讲的话，吴其实是三国当中最早成型的。但是孙那个权称帝恰恰是在那个三国当中最晚的。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实孙权找不到做皇帝的理由因为我们之前要讲到的话，汉是一个极有合法性的这样的一个王朝，所以就是汉其实是很难用武力来就说感觉好像是讲汉是倒行逆施怎么怎么样来推翻他的，所以他要寻找一个那个就说做皇帝的理由。那么所以就说曹那个魏和蜀都比较容易找到做皇帝的理由，因为一个是就所谓的那个把皇位让给他的，另外一个其实是所谓我有血缘上的这样的一个联系。那么但是孙权可惜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孙权当然是最后有两个那个阶梯，一个就是说他一度那个投降于那个曹魏但是呢所以因此获得了吴王的称号。因为原来在汉的官阶系统当中的话，孙权的地位是很低的就是所谓故汉骠骑将军南昌侯而已，所以距离所谓的皇帝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但是后来那个曹魏给他封了一个吴王的称号，实际上是他一下子是他和臣下有所谓的君臣之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其实会注意到一点就说是那个孙权或者说整个孙吴政权大概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皇帝当中就是各个王朝当中排名第二喜欢改年号的这样的一个皇帝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政权最喜欢改年号的政权就是武则天所建立的武周为什么会要频繁改一年号呢？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孙氏政权和所谓的武周政权有共同点，他的年号大量使用的年号其实都是和一些祥瑞有关比如说我这里举的是那个孙权生前所使用过的年号就是所谓的黄龙赤嘉禾赤乌神凤其实都是所谓祥瑞出现的所以这个其实在历史上大家都能够想象的一点，就是越是统治合法性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皇帝他越是希望编造出一些所谓的那个吉祥的征兆来表示自己是具有天命的，具有天命的所以其实我们会注意到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是从那个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来讲的话大概其实会认为就是说是魏蜀吴三个政权其实如果按照三国演义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的话，基本上实际上是因为割据局面而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天下三分的局势这个当然没有错但事实上来说的话，他们这三个政权从割据势力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王朝或者说是那个国家，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就说他们当然都是各自宣称自己是汉的继承者
啊，用汉是一个极富有号召力的符号啊，但是因为各自所具有的地位不一样啊，所获得的正确的合法性其实也是各自不同的，各自不同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大概其实会注意到，就是三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开端，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东汉王朝缓慢瓦解和衰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作为一个成功的帝国，其实汉的崩溃啊，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期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过程。好，因此就形成了啊，就是所谓的三国分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个大概其实构成了，就是说我们所熟悉的就是三国英雄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啊基本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样的一个主体的话呢，啊，其实是在那个三国的这样的一个啊，就是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后半部分啊。其实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啊，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那个在某些时候看上去是很有那个啊，就说是那个重复性的啊，就说那个汉魏禅让也是用禅让的形式来展开的啊，魏晋禅让的话呢啊，同样也是以汉让的禅让的形式来那个展开的。那么而且呢就是和那个曹操那个就是挟持那个献帝类似的啊，就是司马氏家族的三代人也分别挟持了那个曹魏的几个小皇帝，那么最终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啊，就是所谓的皇权转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但是啊，这样的一个变化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它又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面向啊。这样的一个面向的话呢啊，其实我们首先要来谈一谈的是所谓的那个啊曹魏的这样的一个啊，就是中晚期的啊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变化，或者说是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这个格局其实是曹魏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格局的话呢啊，其实我们严格来讲的话，其实是以曹魏政治的基本结构是以功臣和宗室之间的相互的平衡为基础的。什么叫做宗室和功臣之间的相互的平衡啊？就说在曹魏的政治当中的话呢大概文官和武官的系统大概是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啊。他的文臣的系统的话呢基本上其实是来自于就是所谓东汉的最有名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士大夫啊，或者说是那个名士的这样的一个后裔啊。所以这个大概是他的一个文臣的这样系统，基本上承续的东汉王朝的这样的一个旧轨。但是曹魏的军事或者说是那个将领的武将的话呢，其实主要实际上是来自于曹操本人的家乡就是乔沛一带的旧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的话呢就是在军事上最为曹操所倚重的其实是曹氏家族的远亲就是所谓的那个曹仁啊这样的一批人，以及夏侯氏的将领就是所谓曹姓和夏侯姓的人，其实是在曹魏的军事系统当中的话占据了主流，占据了主流那么所以在这里当然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说整个的曹魏的政治的一个基本的格局，就是说他一方面非常强烈的防备宗室但他防备的那些宗室是在血缘上有可能做皇帝的，比如说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曹植的七步诗所以就说是那个曹丕其实是对于他的几个兄弟是态度非常的恶劣，因为他们在那个政治上对他实际上是有威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他在军事上其实有大量以姓其实和曹氏家族血缘已疏但是呢又和他有血缘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曹姓的宗室所以这个大概其实形成了就是在曹魏军事当中的就是军政两方面的一个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那个魏文帝曹丕死掉之后死之前他的托孤大臣其实是四个人，就是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恰恰其实代表了就是文武两个系统的就是说那个曹真和曹休其实是代表了宗室的远亲和军事系统，而陈群和司马懿的话呢代表了就是说是文臣的功臣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在那个明帝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话呢就说托孤大臣当中的那个
前三位就是曹真、曹休和陈群，其实都已经先后去世，只有司马懿在。啊，所以在明帝的时候的话呢，最后当然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的博弈啊，就形成的一个格局，就是托孤的大臣其实是以曹爽和啊司马懿作为代表啊。那么但是这个基本上依然反映出了就是曹魏政权的原来的一个基本的构造啊，就是以所谓的那个宗室和那个啊就是那个文所谓的文官两个系统来找。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说曹魏的政治传统实际上它的军权实际上是掌握在了曹姓和夏侯姓的这样的手中，尤其是拱卫皇室的啊中央的啊禁卫军的这样的一个军权啊，就是曹魏的那个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禁卫军的领袖一般是称之为领军将军，那么如果他的资望相对比较轻的时候的话呢，一般是称为中领军啊，就领军将军、护军将军，或者是中领军、中护军，其实是曹魏的，啊，就是禁军的一个最核心的，啊，这样的一个人物，而这样的一个军事的系统的话，啊，其实之前的学者研究的时候是做过表格，啊，就是可以说在整个曹魏的时代的话，所有的最禁军的最核心的将领，其实都是曹姓和夏侯姓的，啊，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所以这个大概其实构成了曹魏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啊，所以这个背景的话就是说在那个明帝去世的时候所维持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格局依然是维系了曹魏立国以来的一个真基本的政治的框架啊，但是在此之后所发生的故事的话呢其实如果各位读过三国演义的话呢多少其实是有所了解的，那么就说实际上是那个曹爽本人就说是在和司马懿共同辅政之后不久就是尊司马懿为那个太傅，那么就说是逼迫就说架空了司马懿的实际的那个权力，那么就说是那个曹爽通过控制尚书台然后控制了就说是那个皇帝和外界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渠道，那么第二的话呢曹爽其实是让自己的弟弟曹丕作为中领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的话呢就说曹爽一个人控制了军政的大权，而司马懿的话呢作为曹魏的开国功臣，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架空了所以因此在明帝之后的一个时代就是用的这个年号就说是那个就是齐王曹芳的这个年号一般称之为正史的年号所以一般来说就那个曹爽执政的时代其实称之为正史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话呢大概持续了近十年在这个十年当中的话司马懿本人其实是被架空的是被架空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到了那个嘉平元年，那么司马懿发动了一场政变这个就是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那个高平陵之变高平陵之变，那么那个司马懿其实通过这场政变然后击败了曹爽然后那个独揽政权，那么这个时间是公元249年，就是所谓的嘉平元年是在公元249年，那么就是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魏晋禅让的这样的一个大事，那么这样的一个大事的话呢如果按照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史学的说法，那么他们其实是认为就说是那个司马懿本人实际上是在曹魏的政治当中积累了非常多的那个政治资源和那个人望，而他的本身的功劳和狡诈又远在曹爽之上所以因此认为的话呢就说是司马氏代曹其实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或者说是一个就说是东汉以来的儒家的士大夫，然后代替了就是说出身寒微的就是被认为是所谓的那个宦官后人，然后就是说是那个严刑峻法的这样的一个法家的曹氏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这样的一个历史转换的过程但是严格来讲的话我们要重新回到这个历史的过程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我其实也之前也强调了多次，就是我们对于历史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讲实际上是站在时间线上，如果我们跳跃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线然后轻易的把
两个事情建立起联系的话，这种联系有时候其实带有很强的推测甚至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重新来观察一下。首先我们重新来观察一下，就是所谓的那个高频率质变的过程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政变，并不是说是司马懿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然后就说是那个一举成功的，而是一场非常侥幸的这样的一个冒险。为什么要讲它是一个侥幸的冒险的话呢？我们其实要来首先来看看宋代人的一个评论，就是宋代的一个那个学者叫做叶适，然后他有一个对于那个所谓高频率之变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个讨论，然后他其实就讲到什么呢？交平之意，即是易事。曹氏造业立基，虽无两汉根本之故，自操至此已50-60年，民至久定。就是讲那个曹，如果把曹魏的政权算到曹操统一北方开始的话，当时就说是那个曹魏控制北方，其实已经有50-60年，半个多世纪了。因严格来讲的话，曹氏政权并没有什么失去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举措。然后呢，司马氏在世受益，信废忠贞，何屈道夺？那么司马懿其实是两朝的顾命的大臣。然后呢，但是他突然发动了这样的一个政变，但是后面那个观察，我觉得是非常敏锐的。何况虚位无权，视同旦夕。因为我请大家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司马懿在发动政变的时候，曹爽执政已经有近10年了，就是严格来讲，如果我们即使用最严格的就说推测的话，起码司马懿就说是被清除出权力中枢，也有3-5年时间之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司马懿当时不但是一个老迈的年近70的人。同时，他其实远离政治中心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讲他是所谓的虚位无权，视同旦夕，然后就说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的根基，一旦因人主在外，闭门结窍，崛起失柄，于反何速？但是他趁着就说是那个曹爽带着就是那个齐王曹芳去给明帝死那个祭灵的机会。然后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关闭洛阳城门，然后发动了高频率之变，这个其实是和造反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就是宋代人的观察，就宋代人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就说此至于左所不敢为，然后一号有志而披怅望作，自取族灭，就说这是最蠢的人都不敢做的事情，然后司马懿一直号称是那个很聪明的人，竟然做这样的一个大胆的冒险，这个实际上是自取族灭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很奇怪是竟然取得了胜利了，就说那个然竟以胜，此一亦也，所以这是宋代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样的一个背景上来理解的话，就是如何来理解司马懿的这样的一个成功。我们首先要讲的话，就说叶适有一点是讲的对的，就是当时司马懿所能控制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三国演义》当中，那个曹爽被描述成了一个胸无大志、碌碌无为，甚至有一些愚蠢的这样的一个纨绔子弟，当然他较之于司马懿，那么他当然严格来讲，当然并不能够被称得上是一个就说聪明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曹爽应该说他对于曹魏政治的基本的结构和权力的那个就说运作其实是有了解的。所以我们应该讲到的话，曹爽之前我们就讲到，就是说曹爽控制政权当中，其实主要依赖于尚书台，另外一个他其实非常牢固的控制了中央的军权，所以司马懿其实控制不了太多的军事的力量的，基本上没有控制太多的军事力量，所以在曹爽的这样的一个专权的时代，那么他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他排挤了一类人就是和司马懿一样。就参与过曹魏开国的那些老臣，就是曹爽所用的最核心的人物，其实基本上是一些功臣的二代的这样的一个子弟所以，但他对于曾经参与过那个曹魏开国的那些老的功臣其实相对来说是把这些人给排挤走的所以那个在那个政变之后其实对于正史时代的政治有一个最基本的评价就叫做浮华。就是讲这些是一些年轻人所做的一些很多的就说是改制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那么这个其实是和曹爽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构成或者背景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会注意到一点的话呢，因此的话呢，我们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在曹爽执政的近十年当中，其实是积累了对曹爽的那个反不满，而这些那个不满者的话呢，主要来自于和司马懿年纪相仿或者稍微年轻一点的就是参与过曹魏的开国的这样的一些老臣，那么他们其实是在曹爽改革当中的利益失去者这些人其实构成了就是说是那个参与政变的一个就是说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但是这些人尽管在政治上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也有很丰富的政治的经验，但是他们和司马懿一样，在政治上都没有实际的权力，没有实际的权力所以就说依靠这些人当然并不能够真正意义上组织一次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政变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就说这个政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这个政变实际上发生在那个嘉平元年的那个春正月的甲午，然后那个天子夜高平陵就说是那个去那个高平陵，然后呢就说是就曹爽兄弟那个挟持那个就说所谓的那个齐王，然后就说去高平陵。那么这个时候就说司马懿其实是趁着就说曹爽兄弟出外的机会，然后呢就说是那个发动了这样的一个政变。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注意到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空间的格局因为这个当然其实历史是非常的那个巧合。我们大概在那个十年前左右的时间吧，其实发现了就是高平陵的位置高平的位置就是在那个现在的洛阳的就是所谓的那个西珠村西珠村所以它和捍卫洛阳故城的一个就是说直线的距离大概是 18.3 公里而且大家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我要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那个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两个洛阳城的就是我们现在去旅游的那个洛阳城其实是隋唐洛阳城，隋唐洛阳城就是东汉到北魏的那个首都，就是所谓的那个洛阳是历史上的所谓的汉魏洛阳城这个洛阳城其实是到那个隋以后被废弃了，到唐以后被废弃了所以现在实际上是成了一个就说是那个国家考古的遗址的公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背景当中，我们因为在最近的十来年当中去发现了那个西珠村的这样的一个大墓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确定就是所谓高平陵的所在。那么高平陵它其实距离汉魏洛阳城大概是在汉魏洛阳城南的18.3 公里，而且它基本上和就是所谓的那个曹魏的就是元丘的遗址是以及和那个曹魏其实形成了一个小的三角，就是曹魏的那个元丘其实是基本上正对着汉魏洛阳城的轴线的所以基本上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中，所以这个大概从这样的一个空间布局的这样的一个确认的话，我们大概其实可以确认的一点就是说曹爽去那个高平陵夜陵其实是不能够当天往返的就是说他其实那个高平陵他距离那个洛阳城汉魏洛阳城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个大概其实构成了我们现在能够确认的一个空间的位置。那么第二的话呢，我们大概在那个因为就说是在那个汉魏洛阳城在那个唐以后基本上被废弃所以其实严格然后到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做各种调查之后的话呢其实是被列入了那个全国第一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其实在那个最近的那个60多年来，其实汉魏洛阳城一直做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考古的工作尤其在最近20年的话呢，因为那个相对来说就是国家经费和那个条件的改善所以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其实取得了那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其实要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就是所谓的那个
遗址的保护和考古的工作，其实很多时候是受到现代城市的限制的。就比如说很简单一点，比如说，当然大家都知道那个现代的西安城实际上是在那个隋唐长安城的就是上面的。所以因为就说这种城市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古今叠加型城市，就现代城市就在古城上面。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这种城市要做考古工作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不可能把上面的居民都迁走，而且尤其是在很多城市里面都做过一些高层建筑的这种那个的话，它其实对原来的一些情况是有破坏的，有破坏的。但是汉魏魏晋南城它就好在它其实是在1000年以前就荒废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基本上是那个旷野。所以因此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对于整个的轴线的揭露做得比较彻底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城市。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大概其实我在这里放的那张图就是说现在的汉魏洛阳城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其实考古学家大概在最近20年来做的一个最基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挖出了这条轴线。这个就是那个在这个有所谓的那个大棚搭着这个地方。就是是曹魏的，就是所谓宫廷的正殿，就是太极殿，这是一个对称的格局，只是说考古的时候，它是为了那个，就是说保护那个遗址，所以它只挖一半，另外一半它没有动，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严格对称的这样东西对称，然后这个轴线就是，这条路上所谓的那个，就说是铜驼街，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铜驼街，其实最硬的实际上是那个宫廷当中的那个。沧河门，这个实际上是整个的汉魏洛阳城当中的一个主轴线。那么他们当然最近的几年工作已经挖到了太极殿的后面，就把其他的一些殿址也开始挖掘。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说是在最近20年来的话，我们其实对于那个汉魏洛阳城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宫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其实已经有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认知，那么加上一些其他的记载，就辅以1950年代以来所做的调查，以及史书中的一些其他的记载，我们大概其实可以确认，就说一些基本的点，当然有些点的定位其实是可能还是不太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根据一些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点的定位，我们其实可以说。可以非常运气非常不错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能够把司马懿的这场政变，复原在就是整个的汉魏洛阳城的一个空间的结构当中，空间的结构当中，所以我们会注意到一点的话，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史料的记载的话，我们会注意到一点，就司马懿他首先选择的一个路径是所谓的就是部落兵马占领武库，就是说实际上武库的话呢。根据史书记载，一般来讲，实际上认为实际上是在那个和太仓是在同一个区域。那么它其实是在那个汉魏洛阳城的那个东北角。那么这个地方没有做过系统的发掘，但是那个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做过那个调查。那么为什么司马懿首先要占领武库呢？因为这个其实是和当时的一系列的制度是有关的。这个其实就在于整个的就说那个。司马氏尽管豢养了一批参与政变的这样的死士，但这些人其实在当时是获得不了武器的，因为在那个汉以来的话，可以说秦汉以来的一个法律的基本的规定，就说是如果人臣家族然后私藏家胄的话，这是一个大罪，这是一个大罪，甚至这是一个那个所谓灭族的这样的一个大罪。所以即使像司马懿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其实也不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说那个收藏可以武装几千人的这样的一个兵器和盔甲，所以他尽管在他的儿子司马师的帮助下豢养了一批所谓的死士可以参与政变但是呢就是这些人他本身来讲的话手里并没有武器同样的。其实对于保卫洛阳的禁军来说，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根据中国古代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规定就是说除了当值的就是军人之外，一般的禁军手里也不能获得武器就除了当时在执勤的那些人之外，其他的在城里面的军人也不能获得武器。而武器是储藏在哪里的话呢？就储藏在武库当中，武库当中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其实司马懿是当时所获得的，他能动员的力量其实是非常的有限
但是在这个有限的力量当中，他其实表现出了自己司马懿本人非常狡猾的这样的一面。就是说他首先其实是占领的是那个武库，占领武库之后，他手下的这些人就能够获得武器，获得武器。那么我们刚刚讲到曹爽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大家所想象的非常愚笨的人，所以曹爽本人的话呢，他其实是把自己的府邸实际上是在武库之南，这个是在历史当中有明确记载的，就曹爽本人府邸其实就是在武库之南，大概也有就近便于控制武库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便于控制武库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因此就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巧合，其实就是说在司马懿那个攻打武库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是经过了曹爽家的门口的所以就是有了一次就是说那个戏剧性的这样的一面就说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在曹爽门口的话呢曹爽的妻子刘氏，因为当时曹爽是在城外，然后那个刘氏就感到非常的那个恐惧因为这个当然是一般人的常识，就觉得你发动政变的话，首先应该把曹爽的家属给抓起来，然后那个挟持为人质，然后和曹爽那个谈一个条件所以曹爽的妻子刘氏觉得是来抓他了，所以曹爽的那个军那个将军府门口当然有一些里面有一些可以用来保卫那个府邸的家丁所以其实双方其实在那个就是曹爽府门口其实所谓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差点引发了一场那个冲突但是实际上那个当时曹爽的这个妻子刘氏其实没有想到的话就说是那个司马懿其实是那个根本对于捕捉他曹爽的家人是没有任何兴趣的他其实就说是经过了曹爽府，匆匆经过了曹爽的府邸之后，就直奔武库而去这个是他所要获得的第一个点就是所谓的攻打武库之后使他参与政变人获得武器。那么第二的话呢他其实是要通过司马门然后进入到宫廷当中，然后进入到宫廷之后的话呢就是所谓获得当时的永宁太后的支持就是说因为那个当时的小皇帝是被那个曹爽带出去的，所以司马懿的政变要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法的这样的一个面貌，那他必须要得到太后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所以他要攻入到宫中当中去，而司马门的话呢是宫城当中的正南门，正南门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注意到一点的话司马门大概也是当时在整个洛阳城当中少数有军队就进行防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他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点。那么其他的话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一般人觉得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曹爽和曹丕的军营其实都是让一些次要的人去控制的，司马懿本人和司马氏的这样的几个亲属其实都是被集中在了就是所谓的那个控制武库和司马门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当中去所以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话呢，我们其实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说高平陵之变其实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侥幸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就说是面对掌握禁军主体的这样的一个曹爽的话呢司马懿所能控制的军事力量其实明显处于劣势但由于曹爽兄弟亲率的运那个拥戴那个魏帝出城谒陵，所以致使政变发生之后的话呢城内禁军群龙无首，然后司马懿其实运用自己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经验，把握了这一转瞬即逝的良机，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的话呢放弃攻击曹爽府这些显而易见的目标，而把有限的力量集中于武库司马门这样最富价值的要冲之地所谓那个铤而走险奋力一击，从而改变了魏晋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走向。那么当然也有可能反驳我说，这样的一个你看上去一个非常惊险的过程其实是你自己建构的，其实当时没有你想象的这种就是侥幸和危险，就司马氏就是凭借实力然后那个真正意义上就说是那个取得了政权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再找到另外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就说是在晋书的卷二十的礼制当中就是有记载了一个宣帝的遗诏，宣帝就是那个司马懿死后的一个追谥，然后宣帝的遗诏当中有一条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就特别有意思
叫做子弟群官皆不得叶翎，于是景文遵旨。景文是指景帝那个司马氏和文帝那个司马昭。这个如果翻成现在白话的话呢，就是那个司马懿在死的时候千万要关照他的两个儿子所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们千万不要来给我扫墓。因为他恰恰是利用了就是所谓的就是说是那个曹爽那个用少帝出陵那个去叶翎的机会，然后发动政变要去成功了。所以他其实本人非常清楚这种机会是很侥幸的。所以他其实就很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千万他的两个儿子不能够轻易的离开洛阳，就是使得那个所谓的傀儡的小皇帝落入到其他人的手中。所以这个大概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那个历史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就是这个转折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历史上有一些非常就说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巧合。这个巧合其实就在于比如说我们可以讲的一点是什么，我们现在就一般会认为就是所谓的给自己的先人去那个扫墓就是所谓的墓祭是一个最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礼仪。但是要请大家注意的点，这个所谓的墓祭是绝不是自古以来的。因为清代以来的学者就证明一点，就像顾炎武其实就讲过古无墓祭。就说那个严格来讲的话，就是所谓墓祭的这样的一种流行大概是从东汉初年之后才开始的。就是过去对于自己先人的祭祀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家庙和宗庙里面来进行的，来宗庙。所以其实到东汉后期的话其实就说是所谓的那个墓上的祭祀和这样的一些活动变得开始发达。但是大家都知道曹操本人是一个主张薄葬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曹操的薄葬当中其实有一条就是要那个废止墓祭，因为他认为在皇帝的坟墓上然后建立享堂啊这样的一些设施然后花很多的那个钱财然后做墓祭的话是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大概在那个也是在十来年前发现了就是那个曹操的高陵，所以在发现曹操高陵的过程当中现在有一个考古的迹象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高陵陵前应该原来是有这种就是所谓享堂啊这样的一些可以用来做墓祭的这样的设施的但是有人为破坏的痕迹所以现在学者大概有至少相当一部分推测这个其实应该就是曹丕遵守了曹操的遗诏就说是那个把这些原来的这些设施给破坏掉了，就是遵从曹操薄葬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所以那个高平陵之变就说是那个是曹魏历史上第一次皇帝去给自己的父亲扫墓的活动，就在此之前其实是没有出现过，就曹魏历史上在此之前是没有就是那个去叶翎的传统的但就是这个第一次被司马懿抓住了机会，然后导致了整个历史的转向。而在此之后的话呢就是在西晋一带的话呢又那个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就说其实是那个不再进行所谓的叶翎或者墓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这个大概有时候历史的转折其实有时候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在于在那个曹魏的魏晋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能看到的第二个大概比较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它其实呈现的是就是说司马氏代位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复杂性因为司马氏代位的过程其实持续了有16年就说是实际上是从那个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之后一直到公元264年，然后那个所谓的那个武帝司马炎然后那个代位然后建立了西晋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它的持续时间并不如那个曹魏代汉持续的时间久，曹魏代汉持续了25、26年但是其中的复杂性其实是更为过之的。这过之其实就展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我们其实就刚刚讲到过，就是汉是一个极有合法性的王朝所以严格来讲的话呢就说是那个曹魏取代汉其实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曹魏不能算是个稳定的王朝。那么为什么就司马氏取代那个曹魏也要持续有16年呢？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说司马氏取代曹魏，某种意义上来说间隔了所谓的其中经过了四个人的权力转换啊，就是祖孙三代四人，就说其实先后有那个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加上司马炎，祖孙三代四人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就权力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啊，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啊。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呢所谓的那个权臣之间的政治的权力的转换，它实际上是不具有合法性的，而且这种那个权力转换其实往往会成为就是说他的反对者发动政变的一个机会所以其实在同时代的话那个孙吴其实就有一个教训，就是所谓孙敬孙林的就是执政，最后其实是那个在这个权力转换过程当中后来就是那个被消灭掉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就说当一个强势的就说是那个就是执政者因为某种原因然后去世的话，那么就说一个相对来比如说弱势的执政者，他一定会尽快的坐到皇帝的宝座上来确认所谓君臣的名分，来确认自己的统治的地位。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曹操控制了汉献帝20多年，但是那个曹操一死，就曹丕就立刻要做皇帝就为什么？因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曹丕本人就不像具有曹操有这样高的就是控制政治的能力和那个声望，所以他如果没有皇帝这个身份的话，他恐怕就维持不了曹魏政治的一个基本格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司马氏的16年其实有三代四个人然后那个交替掌握权力，这个是一个非常在中国意义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所以这个恰恰实际上证明了，就是司马氏代位的过程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中间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面貌。那么这个面貌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们首先其实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曹魏的这样的就是司马氏代位的一个基本的就是格局，可能其实实际上是在历史上相对来说不太引人注目的他的长子司马师所那个奠定的因为司马懿他本人当然实际上是一个很具有声望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呢司马懿，我刚刚讲错，是司马懿本人当然有很有高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声望，但是司马懿其实在高平陵之变之后的那个不久其实就去世了，因为他在发动政变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就是年近七旬的这样的一个老臣所以当他的那个儿子那个司马师然后继承这样的一个权力的时候的话，他面临的挑战其实比他的父亲某种意义上要大得多。那么这个挑战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支持高平陵之变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曹魏的老臣，他们其实是那个并不支持司马师代位的，并不支持司马。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就是说那些曾经站在司马懿那边支持了高平陵之变的人，其实在最后其实是在那个司马氏的过程当中其实后来都站在了反对司马氏的这样的一面，参与了反对司马氏的这样的一个密谋其中当然就是最具有那个复杂性的实际上或者是最具有这种戏剧性的是尹大木就尹大木其实是那个这个实际上在《三国演义》也没有表现就说那个司马师在讨伐那个文钦和灌丘卷的时候的话呢，司马师是有目击的，而且当时他有目击已经发作了所以就是那个尹大木就在军前 大呼，所以就说司马师本人因为那个身患疾病恐怕已经支撑不了太久，所以意思让那个灌丘卷这些人只要坚持下去就可能取得那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胜利。那么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立场实际上是在这个十几年当中发生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其实反映出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这些曹魏的老臣其实是不支持那个司马氏取代那个曹魏的，因为他们支持司马氏反对曹爽是因为曹爽是想破坏了原来宗室和功臣就是两方那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的格局，而且呢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但是同时的话呢他们也并不赞成让司马氏夺取曹魏的政权，因为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也没有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利益，也没有获得什么样的利益所以在这个时
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参与过政变的一些最重要人物，比如说像蒋济啊这样的一些人，其实都没有赞成司马氏进一步那个清除曹爽的那个党羽，乃至于诛杀曹爽本人的活动。所以他们在政变之后，其实迅速和司马氏走向了就说那个疏远甚至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就说那个当时处在一个那个三国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来讲的话呢，就说司马氏家族很难在内部发动大规模的政治的清洗，因为一旦内部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骚乱的话呢，它其实都会那个激起那个吴和蜀的之间的，就说是所谓的那个觊觎，然后就说是这两个国家就会趁机来攻打你。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按照年份仔细排下来的话，我们几乎可以发现，就是说曹魏任何一次内部的动乱之后的当年或者第二年，就是吴和蜀必然会骚扰曹魏的边境，来寻找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寻找这样。所以就说这个其实是和一般的政权不一样，就是说他曹魏政权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权，所以就是外交对外的因素其实对他的内政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影响还保持在另外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说那个曹魏的政治的结构大概其实是有四个外部的点来维持的。我们刚刚讲到过，就是曹魏的就说是中央，就是他的所谓的禁卫军的系统，禁军的系统其实基本上是由那个曹氏和夏侯氏来控制的，但是呢，他的那个就是对外的话，就是其实是有四个支点来维持防御或者说是对外的进攻的，就是所谓的征东将军屯淮南，然后那个征南将军屯襄勉，这两个点其实都是为了对付那个吴国，然后遵西将军屯关陇以备蜀，就说是对抗蜀国的。而征北将军屯幽并以备鲜卑，就对抗北方的游牧人，所以我们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说这四个外部的点其实是分别对抗就是吴蜀两国和北方的游牧人，这个其实构成了曹魏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而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就除了司马懿曾经就说是长期经营的关中，因为司马懿曾经长期领兵在关中和诸葛亮对抗之外的话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在所谓的淮南，就是要和那个所谓的吴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争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所谓的那个淮南的前线其实是整个的当中另外的一个就说是非常重要的对外防御的这样的一个点。而这个点上的话呢，一定要派遣富有经验熟悉淮南形势的这样的一些将领才能够抵抗吴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骚扰，甚至取得军事上的优势。而这些长期在淮南活动的将领的话呢，他本身其实未必就是会服从司马氏，他本身也那个不太那个，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他也不见得能够就说是那个就是忠于司马氏，或者说是接受司马氏代位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格局所以因此我们会注意到在那个在历史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在司马氏执政时期其实发生过所谓三次淮南之叛就是那个，所以那个一般称之为叫做淮南三叛所以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事情，因为淮南本身是一个军事要地，这点其实当时有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军事要地，你为什么不能换一个忠于司马氏的人来呢？那不就是消灭掉了反叛的这样的一个就说那个原因吗但是在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一个，也就是说往往是前一次平定淮南之叛的那个人过了几年又反叛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局面？因为你必须要在淮南派遣一个富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人物以此来维持淮南和吴国的这样一个前线一个长期在淮南熟悉军事前沿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呢，他往往并不忠诚于司马氏，并不忠诚，这个其实大概构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就说这个其实我也构成了就是外交和对政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会注意到那个
司马氏代位，他面临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支持推翻曹爽的老臣其实并不支持那个魏晋善代，然后呢要培养支持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一代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的这样的一个班底或者集团，那么外交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缺乏重新政治洗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大概其实构成了他所面临的一个基本的挑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司马氏本人尽管执政的时间那个非常的这样的一个短但是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魏晋善代的一个基本的割据所以司马氏大概主要是做了那个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一个是逐步建立起了拥戴司马氏代位的政治集团，那么第二个的话呢，诛杀了夏侯玄和李易峰等朝廷内部的反对者，那么第三的话呢，是平定了淮南的那个冠秋简之叛。所以，但是只是因为他在那个平定那个冠秋简那个叛乱的时候，那么就说是意外的那个身亡，那么西晋王朝才转入到他弟弟那个司马昭的这样的那个一系当中，所以就说这个当然是今天没有办法展开讲的一个话题，就是他的儿子齐王司马攸其实在晋初是非常富有人望的一个人物，所以这个其实就成为了那个西晋政权不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大概其实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说三次淮南之叛的结构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那个第一次就是王陵和第二次冠秋简的这样的一个起兵，其实都是为了和司马氏争夺整个的就是对朝文政治的控制，而最后一次淮南之叛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司马氏准备好了，就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做好代位的准备的时候，其实是迫使诸葛诞反叛，要清除在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就说是一个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就说诸葛诞他的这样的一个抵抗的话呢，完全是一种防御性的，不像那个之前的王陵和那个冠秋简其实有一种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大概到了甘露三年，甘露三年是那个公元258年的时候，然后就是平定了这样的一个诸葛诞的这样的一个就第三次淮南的叛乱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就说其实就出现了就说是那个就说在258年的时候，严格来讲的话，就说司马昭已经开始真正意义上就说是那个扫除了内部最后的一个对手所以其实就是在258年，就甘露三年的那个2月平定了诸葛诞，但是仅仅过了3个月以后的话呢，就有了那个所谓那个封晋公加九锡，然后那个晋为相国，晋国置官司的这样的一个动议那么这个动议其实那个，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所谓的封晋公加九锡的这样的一个就晋为相国这样的一系列的动议的话呢，其实就意味着所谓禅让的连续剧的开始。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偶然的一个因素就是当时的曹魏的傀儡的皇帝就一般称之为那个高贵相公曹髦。高贵相公曹髦是一个年轻的但是富有血性的这样的一个皇帝所以就说在这个时候，那个高贵相公曹髦他那个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然后呢就说实际上是那个率领自己的亲随，然后那个去攻打司马昭的府邸。那么当时在这个攻打当然是不成功的就是在路上的话就被那个忠于司马氏的人给那个杀掉了但是高贵相公曹髦的大胆的举动，然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说给司马氏家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个巨大压力是什么呢？就是高贵相公曹髦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的就说死在街头的皇帝因为我们会知道，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皇帝是死在阴谋当中的但是如大家所能够想象的一点，这些所谓被怀疑死在这种宫廷的动乱当中的皇帝阴谋，如果不论是被那个就是毒杀，还是死在各种各种不明的因素的人的话，
一般来讲，就是绝不会那个，就是公开的宣布他是死在一个被人所那个毒杀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高贵相公曹髦他所谓死于喋血街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故事一种背景化，其实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效果，其实就在于他揭开了所谓禅让的这种连续剧当中的一个就表面的假象，这个假象就是你情我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解释一下那个著名的成语叫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这个是曹髦在攻打司马昭前所说的一句话。什么叫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呢？就说司马昭做皇帝的野心就说是那个连路边的行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是这句话的原意。那么为什么说司马昭做皇帝野心路边的，就是他所谓的那个进宫九锡相国晋国之官司这一系列的动议，其实都不是一个人臣所应该有的，而且在此之前其实就是仿照了曹操进封魏国的这样的进封魏公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一个起点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禅让连续剧可以拖得很久，因为它一般要从那个封魏公，因为汉代的就说那个人臣一般的爵位只能到侯，实际上是不能到公的，那么就是从封魏公，然后从晋公晋王，然后禅让乃受等等等一系列，它这个戏可以拖得很长，但是呢但是凡只要突破了第一个点，其实就意味着之后只是走程序而已，走程序而已。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动议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要开始自己做皇帝的，就是禅让的一个。但是我们之前要讲到，就是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要表面上是你情我愿的，所以严格来讲的话，就是说封晋公也要让三次，封晋王也要让三次，做皇帝也要起码要让三次，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繁复的这样的一个礼仪过程，礼仪过程，而且在那个魏晋时代的话，留下了大量的这种所谓劝进的表彰留下大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材料但是高贵相公曹髦然后冲出去，然后去攻打司马昭的府邸，然后被清司马昭的力量，然后在洛阳的街头给那个当庭给刺杀，其实就使得整个的洛阳的人其实都知道，就是说这种就是虚伪的戏剧其实是一种就是说皇帝本人是不情愿的，不情愿的所以就说那个在史书上有记载，就是高贵相公曹髦死的时候，然后葬礼的时候，就洛阳的人老百姓就在议论说这是昨天死在街上的那个小皇帝所以这个其实是给那个，这使得就是原来这个尽管它是一个就是表演但是很简单一点，就是这个表演里面的每个人要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曹髦他突然突破了自己的角色，然后就使得这场戏演不下去了，演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到了258年到263年其实就是整整的5年当中，尽管也有多次的动议，但是呢就是司马昭再也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一个动议所以一直到263年，就是在5年之后就是所谓的景元4年，有伐蜀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动议所以要在这一时候我们要清楚的说明一点，就是说伐蜀其实严格来讲并不是说是那个司马昭有所谓统一天下的野心其实严格也不是所谓那个一般的历史书的看法，就是讲当时就说是在那个诸葛亮那个死后，然后蜀国政治那个日益混乱，然后后主刘禅，然后那个信用宦官黄皓，然后那个所谓的那个就是所谓的亲小人远贤臣，所以导致蜀国政治日益紊乱，所以给了魏国有可乘之机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那个我们站在后见之明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事实上来说当事人是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为什么我说当事人没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其实可以举出有两个非常有力的证据，一个就是说是我们都知道一点就是在所谓的魏和蜀的这样的一个攻伐当中的话蜀国尽管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弱小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一直是蜀国处于
进攻的地位，魏国处于防卫的地位啊，所以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就是所谓诸葛亮六出祁山，蒋维九伐中原啊，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些啊事情啊，所以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就是说一直到啊，就是曹魏伐蜀的前一年，就是在公元262年的时候，蒋维还出击过一次，蒋维还讨伐过一次曹魏啊，所以对蜀国人来说，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说蜀国国力衰落不应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当时在那个曹魏方面，关中前线最具有经验的将领，也是当时曹魏最有名的将领邓艾，其实是坚决反对的。所以就说那个邓艾就认为，其实当时并没有大举攻蜀国的机会，所以他是所谓屡次啊，就是说对于伐蜀的计划提出抗议啊，所以一直到那个司马氏让他的祖部师传去那个劝说他，邓艾才勉强接受啊。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其实在这场战争的前夕，就说是那个蜀和魏两方的前线的最重要的将领，当然也是公认三国后期最重要的最杰出的两个将领姜维和邓艾，都不觉得是有这场有战争的大规模战争的，或者决定两国国运的战争的一个机遇啊，战争。而这场战争其实是在那个就是司马昭的极力的主张下来展开的，来展开的啊。所以这场战争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是非常的特殊的啊，非常特殊的啊。所以因此就是主导这场战争的，其实并不是邓艾，而是钟会。啊，所以在《三国演义》的时候，其实往往会给人有一个误导，会认为邓艾和钟会两个人是年资差不多、经验差不多的年人，啊，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人的那个年龄和那个履历的话，其实这两个人其实是那个不是一代人，就说那个邓艾大概当时是70多岁的老将，实际上是整个曹魏当中军事地位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将领。钟会的话呢，大概是和司马昭年纪差不多，40来岁的人，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代人。而且在此之前，钟会没有任何指挥战争的经验，他其实在之前都是一个谋士的身份来那个出现的啊。所以严格来讲的话啊，就是说那个这场战役当中，就是以钟会为主帅，其实就是有一个相当突兀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个当然是因为钟会是策划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战争，而这个战争其实是以司马昭本人的目的为那个就说是那个目标为展现的。而这个目标其实就在于，并不是一场所谓的有非常明确的有统一天下之志，或者说是蜀国有可乘之机的这样的一个战争，而是司马昭试图通过伐蜀之役立下比较大的功劳，然后来推动自己做皇帝的，推动禅让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就说是通过外部的战争，然后立下功劳来推动自己的对内的获得皇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会注意，那么我们会注意到这个伐蜀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或者说一个格局这个格局也比较的那个有意思。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一点，就是说那个钟会本人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所以我们根据史书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的话呢他的一个计划大概是一个前行的攻势这个什么叫做他是一个前行的攻势的话呢就是说钟会在战当中，他其实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说是让当时曹军在那个陇西和关中的军队，然后反复的攻击当时驻守在榻中的就是姜维的军队所以就说我们会注意到一点，如果我们看史书的记载的话就说在那个战争爆发之后，蒋维打了一系列的败仗，就说他一直被各路曹军所攻击，打了一系列败仗。但是钟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他就是希望邓艾、千红，然后那个王琦、诸葛绪等等的这四五支军队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希望对姜维的这支军队进行围追堵截，不让姜维他退到所谓的剑阁。而钟会所率领的就是从长安出发的主力
然后呢就说是趁姜维的军队被这些军队所牵制的机会，然后一举攻克所谓的那个剑门关的天险，然后就说是那个攻抵成都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些有些记载是有很多的混淆性的，你可以看得到就一开始初期，然后那个蜀军打了一系列的败仗，但事实是什么？其实如果是从战略目的上来讲的话，其实是蜀军取得了胜利，就说实际上是在那个桥头的时候，就在这个点，就说最后一支阻截姜维的军队诸葛绪的军队，就是因为行动比较迟疑，差了一天，就是没有阻截到姜维的军队。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这四支军队对姜维的阻截是失败的，尽管他们打了很多胜仗，因为姜维实际上是成功的退守到了剑阁，然后和钟会的部队形成了对峙啊。所以如果历史停顿在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非常有意思。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就说司马昭其实并没有要灭亡蜀国的目的，蜀国其实也没有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好像衰落到已经所谓的天怨人怒，然后这国家就维持不下去了。就说如果停留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司马昭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接受了之前在五年都不敢接受的啊，就是所谓的相国进攻九锡的使命，因为伐蜀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尽管这些胜利不是决定性的啊，他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些，他只要有一个外部的推动，那他做皇帝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历史停留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说司马昭会做皇帝，魏国会灭亡，晋国会成立，但是蜀国不会亡。如果是停留在，所以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就说钟会和姜维啊，在剑门这个地方对峙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所以但是按照最初的计划的话，这四支主击姜维的部队应该在他们的任务完成之后应该和钟会的主力会合啊，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前期的计划其实是失败了，所以就邓艾其实做了一个大胆的选择，就是他其实是走了所谓的阴平小径啊，就说是穿过了所谓阴平小径，然后绕到了那个所谓的剑门关的后面啊，其实出现在了成都平原上就是在所谓的绵竹，然后击败了诸葛亮的儿子所统帅的那个就是那个军队，然后就说一举那个灭亡了蜀国，然后就是那个取得了灭国人，但这个不是计划之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背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说邓艾的所谓的伐蜀之役的成功啊，所谓穿过阴平小径，然后那个绕到那个就说是进入到那个成都平原上，所谓的那个穿过那个走所谓的七百里的山路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啊，当然是中国的所谓的军事史上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奇袭啊。但是这次战役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就说是那个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战役，而是邓艾本人大胆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冒险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的话呢当然就很大程度上了来说，就说激化了就说是那个邓艾和钟会这两个人的矛盾所以最终就是导致了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的邓艾和那个钟会伐蜀，然后二世争功，先是那个钟会污蔑邓艾谋反，然后那个囚禁了邓艾，然后最后就说邓会本人在姜维的唆使下又起来造反，然后最后被那个司马氏所消灭那个邓艾和钟会两个名将的话呢都死在这场动乱当中，那么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注意到为什么这两个人矛盾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除了就说是那个就说一些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更多的其实能够反映出一个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邓艾和钟会这两个人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是两个格格不入的人这格格不入不是体现在性格上，而是体现在这两个人实际上是出自于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阶层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的阶层其实就在于那个钟会本人其实是和那个司马
昭司马氏兄弟关系非常密切的，啊，都是曹魏官二代的这样的一个子弟，啊，我们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然后来说明这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关系非常的那个密切，啊，这个密切其实就在于那个，首先要交代的一个背景，啊，就是魏晋的人其实是非常重视那个孝道的，啊，所以这个重视孝道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在于那个，啊，如果和人接谈的时候，不小心触及了，啊，对方的那个，我这少打一个字，就已故的父祖的名字，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不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就说那个，如果是孝子的话呢，他应该要当场表示那个嚎啕大哭，表示痛，表示一个就是那个，啊，就是伤心，啊，就是连谐音字也不可以，所以就说当时的人，一个记忆力非常好的一个标志，就是说我一天可能和上百个人交谈，但是从来不触犯其中任何一个人父祖的名讳，要请大家注意，就是中国的汉字尽管有好几千，就是常用汉字有好几千个，但是音其实并不太多，所以你要连谐音字都不可以的话，其实对你说话的技巧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而且你要熟悉的记住，你不同的人的他的父祖叫什么名字，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当事人的一个，啊，就是社交礼仪，啊，所以就魏晋的时候两个人决裂，两个朋友决裂，一个非常常见的因素就是不小心误触对方父的家讳，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反过来一讲的话呢，尽管这是一个很忌讳的事情，如果关系非常好的话，他们可以拿自己的父亲的名字来开玩笑，这是一种关系非常好的一种戏谑的，啊，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发生过一个，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当然可能在场景上有一定的虚构性，但是能够反映出一个通信的真实，啊，就是讲那个司马昭有一次和，啊，就是所谓的那个陈谦和陈泰这两个人就说一起约了钟会出游，但是那个钟会迟到了，那么这四个人其实都是曹魏官二代的子弟，而且都是有非常密切的师生关系的，所以钟会迟到了之后的话呢，啊，当然他就是要那个司马昭就要嘲笑那个一下钟会，那么这个当然是魏晋人喜欢做的一个游戏，这个其实就和魏晋人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魏晋人的清谈，啊，有一定的关联，就是说他魏晋人这些人实际上是受过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这种在当时人的一个，就是说表现出你很好的修养的一个表现，就是所谓的结对，就是你能够用很快的反应然后来回击或者是嘲笑别人，那么所以就说那个司马昭他那个和钟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互相的就是，就是那个嘲谑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的开端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司马昭嘲笑钟会然后迟到，所以叫与人期行何以迟迟，忘卿遥遥不至，就你和别人约好了为什么要迟到呢，就我们等了你很久了，那么其中他其实故意触犯了钟会的父亲钟繇的名讳，钟繇是那个汉魏的名臣，也是很有名的书法家，所以就故意的，这是一个故意的，那么所以钟会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所以钟会一共有了八个字，然后把车上的剩下三个人的父亲的名字都提到了，叫做皎然一时何必同群，而且这个字用得很好，就大家都知道的一点就是司马昭的父亲是司马懿，然后那个，陈泰的父亲是陈群，然后陈谦的父亲是陈角，然后而且用意很好，就是说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何必要和你们在一起呢，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互相的友好的，但是反映出了，很高的智力和反应能力的这样的一种，游戏，所以当然那个司马昭吃了一次亏之后的话呢，那个当然是那个不太服气了，然后接下来又进一步叫高尧何如人，就进一步触犯了那个钟会父亲的名讳，然后他讲就是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就是和尧舜和周孔这样的那个圣人和圣王相比的话呢，当然有所不及，但一时之意识一时又反击了一下，也触犯了司马昭父亲的那个司马懿的这样的一个名讳，所以我们会注意到这个大概是魏晋时候人经常玩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而
这个游戏的话呢，就是要有非常好的修养，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它有非常好的反应和口齿伶俐啊，这个是魏晋人非常看重的一点。那么邓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啊，邓艾啊，很不幸啊，他是一个口吃啊，就说他是一个，就上海人说话就刚才叫冷字啊，就说话是有点那个轮的，这样又是口吃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就是徐说信也同样也讲了，我就说邓艾口吃，语称哀哀，所以晋文王羲之庆云哀哀，定是己哀。当然那个邓艾对应是很好的，他用的是那个论语当中的那个一个话，叫做凤兮凤兮，孤氏一凤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说，邓艾他本人他其实和这个时代其实有非常和这样的一群人其实有非常远的距离。一个就是说他本人其实对于那个清谈这些文化其实相对来说是不太能够进入的。第二的话呢，就是当时曹魏政治当中的主流啊，就是从司马氏时代开始的话呢，其实都是那个一些就是所谓的那个曹魏贵公子。那么而邓艾本人的话呢，其实是在当时出身最为卑微的，这样的可以说在整个曹魏时代出身最为卑微的几个高级官员之一。他其实是襄阳典农下的这样的一个部民啊，所以地位的话呢啊是比较的这样的一个卑微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啊，就是邓艾和钟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啊，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啊，他其实不仅是个人矛盾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的话呢，体现的是曹魏的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或者是曹魏的统治者当中的两个不同的社会的阶层的之间的冲突，就是占据主流的以曹魏的官二代或者是贵公子的子弟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主流的人群，和邓艾这样少数的出身寒微但是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功劳位置于高位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然也有那个就是同仁当然可以反驳我说你这些看法当然都是你个人的一个推断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有力的证据来说明就这样的一些判断它实际上有相当的并不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主观的臆测而有很多的材料可以证明那么这个证明大概其实可以分成几个方面来加以那个讨论这个首先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很明确的确认一点就是实际上在那个二十政工的这个基本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严格来讲的话就是说邓艾本人其实责任是比较小的就是说他最初是被那个钟会所污蔑因为他并没有造反的野心其实钟会有但是他没有第二的话呢他其实是死于乱军之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实际上是在那个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就是邓艾本人所受到的惩处是和钟会一样的就是他其实也蒙上了一个谋反的这样的一个罪名那么不但邓艾本人他有这样的一个罪名而且呢就是说他的那个那些就是说追随他那个就是说是那个灭蜀的那些人那么当然其实是应该是整个伐蜀之役当中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功劳最大的这样的一群人但是这些人其实也某种意义上来讲也跟着倒霉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能看出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就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什么呢就是讲就西伐蜀牧取凉州兵马枪壶剑啊徐与中报五千余人随艾讨贼攻皆第一就讲那个而以害诏书周郡将都不与中外军同虽在上宫无因封者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看到清楚就是说取得伐蜀战役胜利的核心其实是依靠邓艾这些军队但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受到应有的封赏所以就是苟在中军之力虽下功必侯如在周军虽功高不封就是最后其实邓艾的属下其实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封赏而相对来说在伐蜀之役当中其实只起到了侧面的作用的珍贵的军队手下的那些将领其实获得了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封赏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其实那个并没有太多的人为邓艾来那个就说是要求他平反所以邓艾本人的平反的过程其实某种印象来说是非常的那个曲折的所以就说当时的人的话呢其实也上了一道那个就是奏折来讲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么这个背景当中其实有一条就是讲到一点什么呢，就叫爱信纲纪侵犯雅俗啊，不可能协同彭类孤莫肯理智啊。当然我们现在不太能够确定他的侵犯的雅俗啊到底具体是什么啊，但是照我的理解的话呢，这个雅俗其实很有可能就是指清谈啊这样的一些当时士大夫流行的啊这样的一些就是那个智力的游戏。所以呢他其实和所谓的那个同僚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紧张啊，所以他其实就在那个被冤屈之后就没有人出来为他说话啊。所以后来当他讲，其实当讲了其实后面那段讲的其实还是蛮感人的啊，就是讲所谓的邓艾他灭蜀的过程叫做那个受命忘身驸马悬车自投死地勇气凌云，失重城市使流传君臣面赋插手屈膝，爱功名以成当书之直播传作后世。就他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可以标炳史册那个留名青史的功劳，但是依然被诬有所谓的反叛的罪名啊。所以这个档案其实是那个相当的那个不公平的，相当不公平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话，其实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事情仅仅发生过一次啊，当然其实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偶然性的啊，但是我们会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如果当一个事情发生过一次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讲它是各种偶然因素的一个汇集啊，但是如果一个事情仅仅如果是发生了多次的话，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讲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邓艾和钟会的二世政工当然是因为三国演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或者甚至可以说这是三国演义当中最后的一个高潮啊，所以就说知道人比较多啊，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在那个伐吴的志异当中其实同样也出现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对伐吴志异的描写其实最有名的那首诗其实是来自于刘禹锡，叫做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旗黯然收。那么但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要注意到一点，灭亡吴国的那个将领王浚，他其实是从蜀地出发，然后就是顺流而下，直指建业的，直指建业。但事实上来讲，当时的安排并没有让王浚去攻打建业。所以我们会注意到一点什么呢？与王浚和邓艾的冲突相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伐吴志异当中，就是从益州顺流而下的王浚的话呢，他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按照原来计划他应该在那个莫陵这个地方，然后那个停军不前，接受那个亡魂的节度，他是直取建业，逼迫孙皓投降，然后直取伐吴之间什么。然后这件事情同样引起了就是亡魂和王浚之间的激烈的冲突，然后险些引起了两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重演了邓艾和钟会的悲剧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呢就说是那个只是说当时因为司马炎处理的还比较稳妥所以没有爆发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我们如何过来观察王浚和王浑这两个人的背景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和邓艾的和钟会的背景有一点接近就是王浚当然出身要比那个邓艾要好很多，但是他们家族在曹魏时代其实并没有明确的仕宦的记录，所以和司马氏家族的话呢缺少渊源。那么但是那个王浑的话呢是出生于太原王室，他的父亲王昶是那个曹魏的司空，所以他和司马氏家族实际上是有姻亲关系的所以有非常密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冲突其实是邓艾和那个钟会故事的一个翻版所以那个王浚尽管立下了伐吴的首要的功劳，但是王浑其实就是一直在就是说攻击他，然后先是讲他什么呢就是说他那个在伐吴之后的话呢其实是那个私占了吴国的财宝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确认的，也就比如说你在灭亡一个国家的时候，军队纪律有点损坏，然后或者说造成了一些破坏，这个是很常见的现象一般的皇帝其实都不会讲这些事情的，但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王浑反复的攻击王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一直到那个就说是王浚凯旋之后，然后也还在反复攻击，而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尽管王浚是立下了伐吴最主要的功劳，但是他所获得的封赏其实是大大少于王浑的。
大萧条，尽管没有发生这样的，所以就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来讲的话呢，啊，就是我们可以现在重温一下马克思的话，就是一切重大历史的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就是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就是如果我们说，就说两个统帅之间因为个人的关系所造成冲突，那么这个当然其实是一种很偶然的事件啊。其实严格来讲的话，比如说灭亡一个国家的时候，两个土帅然后发生冲突然后闹得不可开交啊，其实严格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啊。但是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当中就出现了两次啊，这两次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冲突了两个人，又分别具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其实是那个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呈现出的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啊。所以当然我后来大概在最近的几年当中我又找到了第三次啊这样的一个事件，可以再确认一下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当然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啊不太被人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啊，就是在那个欧阳修的那个击鼓录八尾当中就说记载了一个碑的一个基本的情况，但这个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但只有在击鼓录当中保存了这个碑的大意啊。所以就是讲到什么进出曾经发兖州兵讨叛羌，然后呢邓艾就是所谓讲这个碑的原因，就说是在他们在讨伐所谓羌人的战当中，敢讲邓艾曾经啊就说是那个啊通过某种伏击的巫术，然后就说是那个传言，然后那个授以用兵之法，应以破羌啊。所以这批兖州人的话呢就觉得这是个很神奇的事情，然后为邓艾立庙建碑记其事。如果是对西晋初年的历史比较熟悉的人的话呢，其实就立刻能够意识到啊，这批兖州兵应该就是那个晋初的名将马融所统帅的啊。因为那个在那个在西晋初年的话呢啊，就是陇右一带有所谓突发术技能的这样的一个骑兵的叛乱啊，这个大概是那个晋初的一次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叛乱啊。所以那个西晋初年的就是那个有过多次征讨，但是一直没有平定他，直到那个马融出现。那么马融其实就是一个兖州籍的这样的一个将领，所以他募集了3000勇士，然后讨平了那个突发术技能的这样的一个叛乱啊。但是呢马融本身其实和那个邓艾和王俊一样，其实是出身地方的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个将领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之前邓艾和王俊遇到过的事情，其实在马龙的身上其实又再次重演啊。所以就是讲到那个凉州遂平，就是平定了那个陇右的叛乱，所以要加龙将士勋赏。那么这个就是当时的朝廷当中讲什么呢，龙将士皆先加显爵，不应更甚，就不应该再给他们加封赏了，尽管他们立下了很大的功劳。那么到了后面了，后来的话呢因为马龙平定之后叛乱之后就一直在凉州一带那个做官，那么就是所谓的威信震于陇右。那么这个时候到了那个就是那个西晋中期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人叫做颜殊，那么他和当时外姓杨俊是有亲属关系的，那么他又那个密谋然后取代马龙，然后就攻击马龙所谓的那个就年纪大了，然后那个脑子也不大清楚了，那么就说是要怎么样，那么幸亏就当时就是在地方上引起了骚乱，所以马龙才能够就说继续留在那个陇右做官啊。所以我们因此依然可以看到就说同样的就说是所谓的那个出身比较那个就说是贫寒的这样的一些将领或者是一些那个功臣，然后遭到就说是就是所谓的那个世家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就说就稍微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讲座。那么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就说那个汉晋之际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当然严格来讲其实是在一个相对来说不太长的时间当中三个王朝的交替，就是汉魏和魏晋的这样三个王朝的交替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汉末中央权力的崩溃其实并不是一个政治体系的这样的，不仅是一个政治体系的瓦解啊，其实也包括了好几个方面。那么这个当然是在今天讲到没法呈现出来的啊，就说是以儒学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崩塌，
然后那个以大族为中心的地方的军事化和乡里轻易和旧兵官的话成立，那么这标志国家在那个地方权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衰退。那么魏晋两代的话呢，其实他面临的一个基本的挑战就是所谓的重建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这个重建当然其实包括了多个面向，然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面向，但是相对而言的话，政治上统一反而是最容易那个做到的。那么这个大概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其实，在那个晋魏之间在制度上其实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性。但是和今天的那个讲座大概关系比较密切的是，我们会注意到与一般的改朝换代不同，就是曹魏的政治网络基本上其实是被司马氏给继承下来，然后转化为那个就是说西晋官僚阶层的主干。那么这主要其实是由内部和外部两个因素所决定的。一方面其实就说是在那个三国分立、那个强邻溃嗣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下，就司马氏并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政治清洗、重建权力结构的条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司马氏家族本来就是曹魏政治网络中的重要之源，曹国玺有着世代通婚和交往的密切关系，所以把魏城转化为晋城，那么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是一个代价最小、最有力保持政治平稳的这样的一个过渡的关系。那么这个当然其实是有偶然性的，就是汉魏和魏晋的两次政治过渡，那么其实都是用通过禅让的这种和平的方式来展现的，但是这个偶然性其实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就官僚阶层在这两次王朝革命当中都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在保持政权稳定的同时，也造成了士官现象的普遍的存在，所以就说是在晋初的工程当中的话呢，三代显宦的那个人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有三代甚至四代人都做到高官的人是比比皆是。那么这些人的话呢，大多数是曹魏第二三代的子弟，而作为周城之主的话呢，当然晋武帝本人也缺少足够的政治基础，采取了优容共错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在这些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从汉末到晋初的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延续的政治受益群体，怎么累世世宦成为西晋政治中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那个西晋当然其实是一个在历史上当然实际上是一个名声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三个短命王朝，就是秦、隋和西晋，但是秦和隋的话短命的话，都是因为一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建立了进行了大量政治和制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和建设。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滥用名利而暴虐而亡。那么西晋的话呢，所以就说是在秦和隋之后，分别出现了汉和唐，两个中国人觉得最容易自豪的大一统的就长期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王朝，所以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那个汉承秦制、唐承隋制的这样的一说法，但是西晋作为一个短命王朝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那个就说是。我刚刚讲就名声不太好的这样王朝，因为西晋在此之后的话呢，就西晋其实是没有留下任何好像正面的遗产，反而因为八王之乱把那个北方的五胡的民族引入到中原的内战当中来，然后引发了就说持续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分裂的因素，所以如果说那个秦和隋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当然这开端不能算完全的成功。但是西晋的话，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旧的时代的一个结尾，所以它一方面当然从表面上来说，好像通过了那个军事的手段重新建立了统一，但是东汉以来的种种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冲突和矛盾，其实都没有在西晋的王朝当中得到比较妥善的这样的一个解决，而那个魏晋以来的，或者说是汉晋以来的，就是说禅让的形式所造成的，就是官僚阶层的稳固，或者是官僚阶层的，就说是那个就是狭隘化，就是所谓使得西晋政权的话呢，它的主体其实都是那些所谓的汉代以来持续了半个世纪到一个多世纪、一个世纪的这些功臣的贵族的这样的一个子弟。所以就没有任何起自孤寒的这样的一种血液，
所以这种政治的基础的狭隘化的话呢，其实是西晋那个立国之初暮气已深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之前讲到过的就是那个邓艾、王俊和马龙这三个人，当然在历史上知名度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他们的命运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就反复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悲剧性的命运，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折射出的是就说是那个魏晋善待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就说西晋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就说特殊性。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短促而亡当然是有些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太子选立的不当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些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起到了更加关键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当然最后可能还稍微要提一点的是，就是说那么根据之前学者的这样的一些讨论当然其实一般都认为大概是到了那个东晋以后其实就是说一个在社会结构上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氏族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形成。那么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所谓的东晋的门阀政治，那么尽管西晋一般来说我们并不把西晋视为一个氏族的社会，但东晋文化政治当中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实际上是渊源于西晋的，一个就是具有累世就仕宦倾向的政治的群体，尽管在两姓之间因为八王之乱和五胡入华这批人实际上是有断裂的，但是那个就是累世倾仕宦的这样的一种政治的倾向的形成。那么第二个实际上是以弦乐清谈为共同文化特征的官僚的阶层的出现这个大概其实都构成都是在魏晋之际就出现的一些就是说持续的因素，而这些持续的因素其实是对于那个之后的东晋的以及南北朝的历史有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那么谢谢大家。